您现在看到的是正在给庞巴迪 X3 更换 CVT 变速器的皮带和严重磨损的主动轮。可以看到这台 UTV 的 CVT 不仅皮带已经严重磨损，齿牙部分剥离。进一步拆开 CVT 的核心部件主动盘，发现它的磨损也非常严重，必须要进行更换。这里面有那个尼龙套，看到了吧？这里面尼龙套都碎了。啊操，这都滚针轴承没换，但是就是这个，看到这儿了吧？这嘎、个、子都已经糊死了。对于频繁的激烈驾驶 ，CVT 的部分零件会因为高温加剧磨损，使用寿命呈指数级下降。不有扣吗？嗯，这个扣在这儿，看到这儿还有个印儿吗？它有个专用工具在这儿上呢。完了以后把这个轮给它松开。就是说咱现在也用不着了，都主带轮、主动轮都是。你主要你是卸了主动轮了。对。那个专用工具现在在这儿呢吗？没有。手头没有专用工具，可以使用杠杆原理。压 CVT 承重轮的外壳，将皮带嵌入承重轮，就可以让皮带的另一端顺利地挂在发动机输出轴上。这是 CVT 通风冷却管，它这个实际上是排这个热气从哪排走，进气是在前面那个主动轮那块，对。